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咖啡。去年十月推出的《炼巨人》动画，大家都追完了吗？只有短短十话，大家是看得不够过瘾。别担心，官方最近又公布了最新消息啦。不过这次将是推出的是剧场版，而且将会是众所期待的雷杰篇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由 MAPPA 制作的《炼巨人》动画，2022年10月11日在东京电视台首播。虽然只有短短12话，让人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。不过这次主题曲可是找来了米津玄师演唱，动画每一集片尾主题曲都由不同歌手或团体来演唱，可见 MAPPA 对《炼巨人》寄予厚望，下足了重本。最近在 Jump Vista 2024活动上，官方公开了雷杰篇将改编剧场版的消息。其实动画第12话就曾经短暂出现雷杰的身影，但是大家都预测新一季动画会聚焦在他的身上。没想到官方推出的竟然是剧场版，雷杰一角将由上田丽奈诠释演出。官方也同步公开了前导宣传影片，虽然还没有公布上映日期，但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期待吧。